他来录的时候也很经典，我已经觉得不行了，我就觉得大概要休息。他说来再来，再来。我是那种要被激励的人，的真的。不要说更高的，你刚刚那首就唱的没有很好，几个音都没有到。再来，你不要激动。每周日晚间八点 #TFUP， 我们听大的。